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像清晨的日光，从高天临到我们。这是我们神他怜悯的心肠啊，要把我们的脚要怎么样引到平安的部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平安？你如果没有平安的话，请你让清晨的日光来临到你，来光照你，因为这位神他要把你的脚引到平安的部分。